电子树释放的净化因子在空气中主动撞击苯、甲醛等有害物质，自动还原成无害的二氧化碳及水，有效去除空气中的烟味、臭味及有毒气体。它的净化因子碰撞微生物时，能瞬间杀死有害细菌及病毒，大幅度降低室内空气中的霉菌、尘螨、病毒的散播，有效降低过敏及呼吸道不适的症状。净化因子主动吸附，比 PM2.5 更微小的悬浮颗粒，聚集过滤成为更大更重的落尘，避免被人体吸入，有效保护全家人每一次呼吸的健康。净化因子在室内持续进行消毒及灭菌的工作，连接触空气后的食物表面也不放过。